什么？我说好来，你平常有看到？你先去用看下，我处理。来，迄干贝吼，好来，你也洗过了，你家会处理好啦。诶，米糕春节到后尾三五，美女你是捌买过啊？哦，好食无？你要搁加啊？乌骨鸡过来，我这干贝先买一下无？乌骨鸡拢来，剩啊空的拢无去啊。你遐只煞两通只管用起了了，我哪拢唔知？遐干贝只大麦啊！你乌骨鸡拢来啊，下桌顶好啊。你想要食干贝，人客唔免3000啊，唔免2000啊，1300要食，1500啊。这一包半公斤啊，1000就好啦，一包800啊，2包1600啊，1000就好啊。我先甲恁报告一下，今麦这个干贝我做家己的品牌，我代理经销商。你只要一包无食，全部寄到阮公司，这拢我的名。哦，来想要食1000多，这包搁送你好无？这包搁给你好无？这全部2公斤的干贝，新客钱的来啊，这包搁卖卖啊，1000多，1000块就好啊，干贝1000块。还是你会惊你毋捌买过，想要试食？400就好。400块计价看吗？啊，你唔肯搞，对你个脚你要痛吗？真奇怪。来，再要两包。来，再要两包。边啊，要两包。来，400了。400够要来无？真奇怪。搞我短短脚，像三下用脚拢啊缩脚。三百条乌鸡，啊，这你要几只？3只哦。啊，你敢算1500块，免算好无？一只3530只单1050050免算，乌骨鸡像这只3530免算。来，小妹来包，乌骨鸡还够。好，我等下收你，遐坐尾啊，三五。保利龙敢有啊？你等下搁啊冰内底敢有足侪冰啊？我等下叫款一包你啊。来，啊恁后尾烘这，这是目前吼烘巴这组内底卖了上好的一组，袂人计看。乌骨鸡吗？乌骨鸡没有了，剩下鲍鱼鸡。鲍鱼鸡敢买？我叫漂亮鸡看，只要漂亮鸡看。漂漂，阿叔你也下边。你搞要食白虾？这鸡啊，是安那卖了好？嗯。哎，等我去处理一下，卡嘴上起来是香的。这个物件就是人你讲的猪肋排，猪肋排啊、哦，这个是猪的边啊骨，香槟边的边啊骨啊，这块上好食。这等于用烘的落啊，插一块烤肉酱。这个我自己烘起来，上到无300加300或者。两百。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，600、500，够唔免新客钱的是名300了。300块上面起来，猪肉排300了。300块了，300块上面起来300了。300块上面起来。安啦。300上面300块了，这支我卖袂啊，恁今日食一个，五个人加买同个，唔免阁看落啊，300了，头前。300块啊！300块要食无？猪肉排。哪边要食啊？300块。300块要下来无？哪几家食啊？这有两个300有要食来无？叫手边后边啊。无，无就收啊。来500啊！恁后开始要食虾啊？要食啥物啊？恁有要点菜啊袂？玉米布丁酥阿峰。敢有要食虾啊？要食啥无？好，我问下边，有要食啥物无？敢有要点啥？排骨无？排骨啥？铁路排骨。诶，这个龟手用买个，我无白炒着好。玉米布丁酥，真鲜的就好啊，只大包，1公斤嘞，内底后壁像鸡块安尼，啊，你想要食的，当用煎的用煎的拢好，一包卖300，一包卖500，一个一包我啷个用？全部啊，金龙三四五六个人客，一包若卖你300以后，拢免啦。200上面只，迄个玉米布丁酥200块了。一包够你好无？一包够你，一包过来。2包的重量是3.5斤，三个人加搞买对吧？200了，来200块上面只，200块玉米布丁酥，200了。还是你要买一包100块当个试食看嘛？100块了。哥。鸡排后壁敢够？100个有要来无？两个啊！你真正好食呢，你要食嘞？100敢够要食玉米布丁酥？是啊。多谢啊！你啊，你拢红色个，啊你半斤几多袂掉啊？
哎，你有咩食？迄个花枝月亮虾片无啦？就这几包白白啦，一包几啊块，两包五包。那这种飞机甲飞机单两包就好啦。这包搁送你啊，来两包，搁一个人去买买啦。再个，再个，这包再送你啊，没有了。好，去吃。来，他上店来，上店来，你敢买白鬼？这个是柠檬赤小腿哦 ，HWE 啊。这我是白甲外好哦，人家小小不做白做，今麦搁来啊。这哪这种鸡翅吧？鸡翅啦，后壁伊鸡翅是买加雷蒙，即全熟，你两个就会当食啊。啊，无咧，人阿王客个，来，即我喊我一包咧，几啊五，几啊五加几啊五只，两个人客五百四百拢免，即两包是一公斤，新客钱个新样，两包。小姐，两百块。小姐，大姐。知道吗？小姐，两包咯。我两个。两包咯。无啊，你即包一包上咩啊？一包两包无。八年好啊，七八年。来，三百一百，我来卖钱。来，提钱啊！来，五百。三百一百，我来卖钱。一千啊！来，来，恁敢要食三百一百？这拢无饲的啦，啊，这卖当烘，卖当煎啦。这一包啊，卖卖你三包，卖卖你五包啊。这一包一斤啊，两包给你啊。好，先提钱的先赢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啊。小龙三包，虽然无几包给老卖啊，两包有人要吃无？我帮我买包了，可以做你。后边物件先请。好啦，准备两包，好，阿哥头前。恁家人要食小笼汤包，做你食，做你食，阿姐做你食，卖歹势。三百五百变百五了。老姐啊！你拢要来啊？老姐。两包呀。两包。四幺五。这拢无啊？无。啊。不要紧哦。你要你应该让平时生活好平时，我拜托你，不然卡路里就升起来了。来，你要啥？好，好，我等下过来客，来，一箱客客刷你一箱。啊，我等下等下，一箱我不是客客，一箱客，我会拿这个的。来，客上。你搞什么在刷你？这小碟刷你，我一包是没有无彩啊，客客。好，来，八百讲完一包啊，招五个人客，搞买三百几啊，搞买拿一百了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收啦，装修吧，装修吧，装修吧，几个？我两个啊，来，搁给一包起来。啊，买啦买啦，来，五包去放起。好，你下啊，我今仔家己用好了。来，婆娘，上啥物事啊？这一包三斤半，一鼎煮好七两个，两鼎煮好千五块，唔免千五，一个人加八百六百，拢免啦，五百了，五百块，婆娘上五百块。来，存一包鸡啊！我上面写没有了，来加一个。他以后每一包嘞，啊，拍死拍死。搞了没吃这细条鳕鱼不？哎，你搞等下来无买着草鞋，一个人给装包哦，规手拢我哩好不？五包上面写，草鞋啊，五包上面啊，水当当啊。帅哥，全部都给你啊，收起来姐。拢无啊，五包够袂？这细碟刷鱼啊，这当用煎的啊，用煎的就好啊。啊，想要吃这种刷鱼的人，计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三百上面吃三百块，三百块上面吃鳕鱼的三百了。这碟当的哦，你甲呛一挂水用煎的就好。来，三百上面吃三百块，三百有人要吃刷鱼的无？三百了。我见啦，来三百上面吃刷鱼的。四个人去，五个人去。来，要吃蒜的注意啊！五个人去搞袂了。先给钱的先聊。这我就拢卖三百，大家拢知影，好，唔免。吃，全部五个人去买买，同个先给钱先赢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就好，来两百，我收钱了，你拢收钱好啊，即种话，两百块报得叫啊，你后礼拜我无可能赔你两百，因为这个是小我退兵的啊，我了钱袂好恁的啊，好，来啊，我见啦，了了，了就是啊，我见。台明哦，我爸要去逛夜市了，明义哈，我今天表演。俩一双骨腿是够不多，然后昨天差不多，哇，骨腿骨腿那无。恁敢要食这？来几千啊？肥肠够，然后要食。
想要吃来一千就好啦。啥物事啊？你遐贵啊？唔免一千，免八百，这一条计算机啊，个两条计算500加500的。一千。500了啊，啥物事啊？这条个算你拢无啊？一个人加装包500块，500块了啊？这拢无啊对吧？有。一个人加买啊，真正是三条的啊，这三包是六条，400啥物事啊？400块了啊？这个萝卜糕啥物事无？300几啊，500啊，150啥物事啊？这包个算你，150150。萝卜糕啥物事啊？150了。150好，有人要吃萝卜糕无？老饼啊！最后一包80了，啊，怎么吃？80块。这三条我要拍一下，看下啊。阿水来，注意听哦，这支你就一定要买啊。你这样子可以给我吗？等下我再给你。没事。好，谢谢。等下我再给你哦，我今麦一直轻声，我叫你啊。这支啊。叫啊，胸口骨腿，伊甲你饲甲足胖的，吼足入味的，拢唔免阁温烤肉酱啊，直接甲用个烧炉啊。这支香肠要甲200块，两支、三支香肠500-600块。我来讲哦，恁先摕钱的先聊，这无偌济哦，全部四个人计较的，三支总计免1000，免800，500，你省起来。来，我来讲，这拢互恁啊，四个买买中。先给钱的先啊，拢无啊，300了，来300块了，来300块了啊，来300块，先搞骨腿，大批的给你，300块，300块了，最后一个没有了，300块，最后一个无啊，300上面写300块，来个来，上面要写 N， 来加水。